那具体需要我们怎么配合啊？你们应该继续住在一起。哦。啊？这里。陆安童，你可千万要忍住，不能答应，不能答应，不能答应。喝点什么？我不答应。啊？啊，没事，我喝果茶就好了。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啊？你还记得我们之前签的协议吗？根据协议的要求，在病情没有好转之前，你都必须配合我的治疗。我们手上还有一张王牌没有呢。陪睡协议呀，您只要跟他说您的失眠症还没有好，根据协议他就得回来跟您一块儿治疗，这个过程中不就有复合的机会了吗？所以你今天叫我过来是为了聊协议的赔偿啊？是啊。啊，不不不不，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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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这真的不是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安藤延续。哦，你们怎么在这儿啊？我本来想去找你们俩，没想到在这儿碰见了。快坐坐坐，坐下一起说。哎，来。啊，谢谢。你们最近睡眠的状况怎么样？我最近状况比以前好很多了，每天晚上也会出现正常的困意，而且每天晚上可以睡4到5个小时。李博士，这是不是证明我的失眠症快好了？当然，当然差一点。不好意思啊，我今天中午吃的有点多。确切的说，你们睡眠的状况还没有稳定，随时可能出现病情反复的情况。哦，那具体需要我们怎么配合啊？你们应该继续住在一起。哦。啊？我没问题啊。为什么，博士？我现在不用接触也可以正常的睡着啊。因为你们之间的磁场共振引发过脑电波异常，进而导致体内酸碱度出现失衡的反应，并没有消失。而且你们有什么问题，我也第一时间能察觉到。对对对，况且协议里也说了，我们要积极的配合主治医师的一切安排。对。那个，这样，要不然我先回实验室了，你们慢慢聊。好，博士慢走。我这一说瞎话就打嗝的毛病什么时候能改呀？那你今天就到我家吧，我5点左右到家，你差不多6点到我家就行。行李也不用拿，东西我会让人帮你安排好的。我还没答应呢。那我去你家也行。我家住不下你。我晚点过去。